我就想点牛肉汤。牛肉汤是现在就喝的噻。喊你不就喝，管他牛肉汤啊。等你小娃儿走的时候，啥个鸡吃嘛？还有农多鸡。还回来，你又念那个弄鸡啊吃，每回弄起来又不吃，耽误时间。鸡我就不吃，我也看了。我就想点牛肉汤。牛肉汤是现在就喝的噻。喊你不就喝，管他牛肉汤啊。那我给捉鸡嘛，你跟姐姐打个电话嘛，喊来一锅吃饭。有我在这块了，那你干。我给捉，你跟姐姐打电话。喂，姐姐在听二锅吃饭，我们这酸菜生自己吃。要得，我们马上过来。啊，差了两三票就够了。这个鸡还是十多头的，起码有五六斤。嗯，这个鸡还喂得肥得很实。妈呢，脑壳给这些疼了没有？疼到了。耶，还搞得快，鸡都在打针了。刚刚才开始打针，鸡嘛还快呀。哎，你也别说，这个喊老婆娘还会持家。因为像你养过，该用的就要用，该节约的就节约。你们还在摸索，带侄子回来，他让你们不要哭哈。是啊，你不在二公哭，我们就不得找他。一般找他嘛，都是因为鸡噻。老子喜欢穿凉拖鞋，顶多天顶两天穿薄拖鞋的嘛，喊不？哎呀，你来嫌弃我？我要亲哈，今天我要亲哈。我要亲哈。今天娘们觉得风，我要我烧水的看到的。石头的怪逼走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输了哈，输了哈，来哈，鼻子该关屁了不？石头剪刀布，鸡还是炖酸菜甚至好吃的，汤汤又香，吃着没得问题。那我可以吃三笼白粉，明天吃了明天有喊宝宝再给你炖。我想说吃了明天你炖嘞。现在又炖两锅。还炖两锅？你说什么？一直吃不到斤两，就一直吃不到斤两。俺们吃啊，你还不是等的啊？为啥一定喊我等呢？你俺们等噻。那是你工资多嘛，你要孝顺那种嘛。那还是人家煮煮的。你要不是可以孝顺呢？那宝宝为啥子不孝顺呢？那今天晚上不是宝宝该等的哦，下回就该你孝顺了，该你等该吃要的嘛。那以后等你回家来噻。那我等到明天你又等。啊，要的。早。天天都等。鸡都找不到。哦，搞。白山吃完了又。那卷卷那鸡听了都瑟瑟发抖。哦，要吃鸡冠冠啊，喂你。